你吃过688元一盘的茄子吗？大家好，今天就把星级酒店的这个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。先把茄子去皮，去皮之后把茄子一分为四份，然后把茄子切成滚刀块，切好之后放入到清水当中清洗一下，方便茄子裹上淀粉，然后往茄子上面分次少量的加入玉米淀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茄子上面裹上一层淀粉，然后再加上一次玉米淀粉。视频再见。